一位来自上海的富豪因为严重的肿瘤疾病找到了朱良春。朱老听闻施先生已经好几天滴水不进后，开了副药方让家属熬好后，找护士灌进去试一试。奇迹发生了，灌进去后施先生就感觉身体舒服了一些，三天后可以喝水了。此后五年一直坚持按照朱老的要求饮食吃药，如今十几年过去了，施先生的身体一直健康。我们看的这些病人都是晚期病人，因为都是用做过手术，用过化疗，用过芳疗，用过其他的一些办法，没有效的才来找我们。视频中的老中医名叫朱良春，是享誉全国的博医大师，他专以毒虫入药，蝎子、蜈蚣都常出现在他的药方中，但神奇的是不但没一人中毒，反而救了无数病危之人。这本书呢，朱良春虫类药应用，记载了朱老先生应用虫类药的临床经验。他集选了大概有113种常用的虫类药，按照功效划分成了14个大类，覆盖了我们会碰到的常见问题。当我们在用草木药物时碰到瓶颈了，不妨呢翻开朱老的这本书，或许你会有意外的收获和启发。这本书呢，我放在了下方的小黄车，建议大家呢收藏一本学习。